世界上最冷的村庄奥伊米亚康，今天我就要离开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亮，在这里待了3天啊，今天就准备离开了，穿越尸骨之路啊，到达雅库茨克。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you take picture， 哎 ，OK， 给1000卢布就可以发一个挑战极寒证书，1000卢布。所以这个挑战极寒的证书没有什么含金量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包车过来的，请向导然后包车过来的，打个卡就走了，然后一样领证书啊。这印度小哥他来的时候是打车过来的，花了1万卢布是不是，然后他回的时候是想搭我的车坐一段，把他带到那个公路上面去然后打车，因为回的时候打车打不上。你看他行李还是挺多的，我的车塞得满满的，也不知道这个印度朋友东西能不能放得下，放进去了啊。嗯，好，我都放好了。好 ，yes， OK。 哦，等等，不知道我的无人机能不能飞起来，给你们看一下奥伊米亚康。村子里面有超市有学校，但是村子外面就是这样的，全部都是无人区。现在刚出发到了第一个小镇，把油加满，从这边过来，然后从这边直走就是400公里无人区啊，没有加油站。在白谷公路现车了，刚才后排的那个印度人突然钻到驾驶室翻手机，然后我一不小心就钻进来了，他现在还在车里面坐着了，还没下来。我估计这个不好脱困，因为太深了，你看。然后4个轮都打滑，哎，你看这个雪，直接比我大腿还深。他还在车里面，他刚才翻手机呢，现在好了，现在。刚才他手机放在我前面充电，然后突然钻过来，我吓一跳。来吧，那你过来帮我帮一下忙来。啊，无语，真的。现在温度已经-50几度了，这要是出不来那就有点麻烦了。来，这边。你给我脱的，直接脱底了，太深了。啊，挂着锁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帮我帮下忙。哎 ，Hello， 下来帮下忙。真的，他刚才突然钻到前面，根本就不会，这跟，哎，来。要不出去的话，车子就没有油了。必须得想办法出去。没办法，我该顺了呗。不去费力，干不了，我们这儿。啊，哎，全力干吧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来 ，go go go go， 下来。刚才还是出不来，我想了一个办法，你们看啊，来，你看啊，来，想了一个办法，我把我绞盘，来，把它，挂在这上面，挂到这上面，啊，这边是，我看这边有没有东西挂，是挂东西的，哎，这边这个树，哎，这边这个树也可以啊，来，好好好 ，OK OK。
啊？咋回事啊？看这边。啊，那，看着没有？真的没办法哎。好烦人的。哥。哦，那树给拉起来了。哇哦！哦！哈哈哈！哇！啊，看到没有？怎么样？看到没有 ？Let's go！ 六十分钟。哎，冻傻了，好在出来了。走吧，继续出发。这段路没有信号，现在油已经去了一格了，这个绞盘也没有电了。差一丁点就废了，你看，直接睡着了，我睡着了。这个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，这个道路两边都是很深的沟。我不去那边，对，这边。我去这边了，我不去那边。我之前不是说了吗？我是去那个雅库茨克的。Didn't I say that before? I went to that Yakutsk. 你这个是多少公里啊？等会儿我回不去，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加油站。反正这边的话，这边的话加油站是两三百公里。我现在续航是228公里，然后后备箱有点油，是刚刚好去这边，刚好。哦，他说有1公里，那行。看一下这个地方啊。旁边就是尸骨之怒，我发现这个印度人是真厉害呀。他说他是打车过来的，然后回去的时候打不上车，所以坐我的车到这儿。从那个路口进去就是奥伊米亚康，但是有160公里。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？How did you find this place? I came here. 来。I came here from Yakutsk.我从机场来到这里。哎，哦，来了。你работает？他们说啥我也听不懂。Russian。弄成俄语。English to Russian。I need to stay here. Hello， 来。哎呀，冻得受不了了。咱们车子续航还有215公里，然后这里的时间是2:14，现在温度最少是-50度，到雅库茨克有737公里。我离这里最近的一个镇有200-300公里，那个镇挺大的，肯定有酒店，有旅馆。要不要去 ？Otherwise, I won't have enough gas later, and my car will only last 216 kilometers. Okay. 怎么了 ？No. 不行吗 ？No. N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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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说？No. No.No. 我要走了、哎、非常感谢你的名单、哎、你真是太好了。没事。你看这会儿开车开到早上的6点
59分，七点呢，然后到了一个小镇啊，他睡觉是睡了一晚上，我是完全没眨眼，特别困意啊。那你能坐上车吗？Where is bus? Can you get on the bus? But where is the bus? 但是公共汽车在哪里？那我也不知道。一整个晚上折腾坏了，远比视频里面要麻烦太多了。他路上到处拦车啊，我没有收他一分钱，他也没有说给我钱，没有这个意思。然后现在他已经找到宾馆了，我现在准备在我车上稍微睡会儿觉。这个地方是距离奥伊米亚康有400公里，也是这附近最大的一个镇啊，酒店还是有好几个。现在我就准备眯会儿，然后继续往那个雅库茨克方向出发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喜欢我大量的给我点个赞啊。这个镇上还有一个浙江老乡在这儿做生意，我明天去拍给大家拍一下啊。喜欢我大量的点个赞，谢谢你们。